大家好，我是小发学姐。这一年 AI 的变化真的是快到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浏览器现在会自己动，影片可以一句话生成，图片几秒钟帮你修好，甚至我告诉你，现在连马桶都开始装 AI 了。今天这集我帮大家整理出最近几个最有代表性的 AI 新发展，但我不只是报道新闻哦，还会讲清楚这些东西到底会怎样影响我们生活和工作，还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机会。首先就是 AI 浏览器时代正式开启了， AI 现在不只是在聊天，它开始帮你上网。过去呢，我们会用 Google 啊，是输入关键字，但是现在呢，是直接输入指令任务。OpenAI 的 ChatGPT Atlas 呢，这款新的浏览器，你一打开它，首页它不是 Google， 而是 ChatGPT。你输入的也不是搜寻词，而是任务，像是帮我查最便宜的东京饭店，靠近地铁，三晚两人。 Atlas 呢，它不会丢给你一堆连接，它会直接开始帮你找。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agent 模式，意思是 AI 呢真的是能动手帮你操作网页了。它能筛选、点击、排序、复制资料，就像有个数位助理在替你执行上网的动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搜寻行为现在正在被任务导向取代了，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会越来越少的需要自己去比价，自己去找资料。但是同时，你的指令的清楚程度呢，将决定结果的品质，未来会问问题的人才会得到真正有用的答案。另一个玩家是 Perplexity， 他们推出的 Comment 浏览器也正式免费开启了。它不是取代 ChatGPT， 而是更加的专注在资讯搜寻这一块。它会自动读取你正在浏览的网页内容，帮你摘要，提供延伸资料，甚至自动呢找出相关连接。对做研究、写报告、准备脚本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级的工具了。例如，你可以在查某家公司的新闻的时候，它会自动总结重点，还能附上来源让你核对真伪，资讯的可信度高了很多。这类会帮你整理资料的浏览器，其实会让资讯工作者、学生、创作者都省下大量的时间。它不只是快了，而是让你更加容易的看懂世界了。微软的玩法呢，就有点不同了。它是在他们的 Edge 浏览器里面加上这个叫做 Copilot 模式，它会记得你看过什么网站，像是帮我找上周看过的蓝色外套啊这样的类型问题，它就能立刻的帮你翻出来。这个功能看起来是很小，对不对？但其实很关键，因为它让记忆变成了搜寻的一部分。过去 AI 帮你回答问题，现在它也开始记得你是谁了。对于创作者或者网购族来说，未来呢，这会延伸成个人化的内容推荐。他知道你爱看什么，关心什么，甚至呢，你准备拍什么题材，他都能知道。下面呢，要聊聊 AI 影片这个部分了。现在的 AI 影片已经走向了叙事时代。从年初到现在， AI 影片的进步速度快得吓人，但最近这一波的更新有几个方向呢，非常值得大家注意，因为他们现在不再只是画面了，而是开始懂故事。 Google 的 Veo 影片生成又升级了，它能够根据你设定的起点和结尾自动生成中间的过程。换句话说， AI 不再是随便的乱动了，而是会帮你补故事。另外一个特点呢，叫影像融合。你给它人物、场景、服装，它会生成那个人穿那套衣服在那个地方。这个呢，就会让品牌广告、产品展示，甚至影剧片段呢，都更加的可控。简单来讲 ，Veo 现在呢是懂分镜的 AI 了。这一步真的非常关键，因为它让 AI 影片更接近真实的拍摄逻辑。这对短影音的创作者来说呢，未来只要构思画面就能自动的生成完整的片段。
那 OpenAI 的 Sora 呢也继续进化，新版可以一次生成多段场景，像故事分镜那样连在一起，而且影片的时长现在也变长了。更特别的是，它加入了角色 cameo， 你可以让同一个角色出现在不同影片里面，不论是你家的猫猫、玩偶，甚至是虚拟 IP， 都能保持一致的外观。Sora 其实呢在铺一条新的路，未来的短片制作呢真的不一定要靠相机，你只要有故事、有角色、有口气 ，AI 就能帮你拍出看起来真的影片。Then, nah, I made it. And listen up.You can generate entirely new characters with Sora, whole new monsters, heroes, whatever. Or you can upload videos from your camera roll, like videos of your pet, and turn them into a character cameo. Even if your pet is a giant real-life duckling! Okay, go again. We're excited to see how you use characters. You lifted me out of the tie show.另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开源模型 LTS2， 它能生成 4K 的画质50帧影片，连音画同步都有了。最惊人的是它能在一般的电脑上跑。这代表什么呢？代表 AI 影片制作的门槛会再被拉低，以后就算不是大公司也能做出专业级的 AI 视觉内容，这算是内容生态的真正民主化了。那 YouTube 最近呢也正式上线了一个叫做人像识别功能，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人用 AI 模仿你的脸或者声音做影片，你可以直接申诉要求下架。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防御机制？但其实呢这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讯号， AI 生成的内容真的是太像人了，平台呢也不得不设规则来保护我们这些原创者，未来呢这会变成创作者的一个新的议题，授权与保护会变得跟创意本身一样重要。那聊到 AI 影片， AI 绘图和影像的编辑呢也进入了整合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个月的趋势其实很明显， AI 修图不再是单一网站或者模型，而是一个全面渗透了。像微软就推出了自己的影像模型 MAI Image One，能画人、画动物、生成文字、模拟现实光影，效果逼真呢又挺稳定的。目前呢可以在 LM Arena 平台上使用。比较有意思的是，微软本身就是 OpenAI 的大股东，但它还是推出自家影像模型，等于是在有中带竞争。这代表 AI 图像市场会越来越多元，对我们这些用户来说是好事哦，因为竞争呢会让画质更好，成本就更低。Google 的 Nano Banana 呢现在几乎被塞进所有 Google 产品里面，你在 Photos、Lens 甚至 Notebook LM 里面呢都能用，只要打字描述想改的地方，它就立马帮你修。例如帮我把背景换成日落啊，去掉路人啊，这些修图任务都能一句话完成，这让不懂设计的人呢也能产出漂亮的画面。我认为啊，这代表了修图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接下来呢能分出差异的可能就只剩审美跟创意了。Adobe 也举办了年度 Mac 大会，正式宣布像 Photoshop、Premiere、Illustrator、Lightroom 呢全线都导入 AI。现在真的不只是可以用文字指令去修图生成画面，还能自由的切换不同模型，包括 Nano Banana、Flash One， 还有 Topaz Upscaler 等等。这代表呢，专业创作者呢终于不用再等别人去生成了。AI 不再是灵感来源，而是成为工作流程里面的一个部分，做影片、做设计、出海报，速度呢都能比之前快两倍多。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普通人呢也能用 AI 去写程式了。过去讲到 AI 写程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工程师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次的更新重点已经不再是工程师效率变快，而是任何人都能开始指挥 AI 帮你做数位工具了。 Anthropic 推出的新功能 Cloud Code on the Web， 名字呢听起来是不是很专业，但是实际上它的概念很简单，你用聊天的方式就能请 AI 帮你修改或者建立小工具，
想象你公司里面有个超强的 AI 助理，它不只会帮你整理资料回信，还能写一点简单的程式，例如帮你做一个很简单的自动整理表格，自动即兴提醒的小功能。你只要跟它讲人话，帮我整理这些顾客的资料成一份表格，重复的呢，麻烦帮我删掉，它就自己去后台帮你搞定了。而且它是在网页上操作的，所以一般人呢也能用，不用下载软体，也不用理会什么程式的语法。写程式呢不再只是工程师的专利，未来呢谁能说出想要什么功能，谁就能做出工具。像我自己就会想到，哎，能不能用它帮我整理影片的留言，然后把重复的问题归类，列出热门的关键词，再自动的汇成一份报表给我参考。这就是 Clocko 想要达成的方向。 Google 呢也在 AI Studio 里面推出了 Wide Coding， 它就更夸张了，你可以讲话让 AI 帮你做 App， 真的就是讲话哦。例如你可以说，我想要一个页面能让人上传照片然后生成漫画版，AI 就会自己帮你设计界面、拉按钮、接上模型。过去你得请工程师、设计师帮忙，现在你只要有想法，就能自己试做出来。而且它内建了很多别人做好的范例 App， 像是音乐播放器、聊天室、笔记本，你可以直接改里面的文字、颜色还有功能，很像以前大家用的 PowerPoint 模板的概念。它还可以让你指着画面去修改，比如圈起按钮说这个帮我换成蓝色， AI 可以立刻帮你改好。但其实呢是 Google 在实现一件事情，未来做网站做 App 呢不一定要会写程式，你只要能讲清楚你的需求， AI 就可以帮你把功能给拼出来。 AI 写程式呢不是要取代工程师，而是让有想法但没有技术的人可以自己动手实现。这跟以前我们学 Photoshop 剪片软体是一样的，一开始大家可能都不会，但是学起来的人呢就领先了一大步。接下来的时代呢，不是谁会写程式了，而是谁敢开口让 AI 帮你实现想法。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 AI Agent 呢是真的可以帮你上班了。这几个月的 AI 更新有个明显的趋势，它不再只是回答问题、生成图片，而是开始帮你工作了。 OpenAI 的 Agent Kit 这个功能呢，就有点像自动驾驶的工作流程，你把日常会重复的步骤写下来，例如有人填表单，然后帮我分类，然后帮我寄回复信，最后呢就帮我更新一下表格。这个流程呢以前要用 GPL 或者其他的自动化工具自己去串，现在 ChatGPT 呢自己就帮你完成。 Agent Kit 就是呢可以让你把 ChatGPT 变成真正的助理，它懂得去用外部的工具连资料库，甚至帮你叫 API， 换句话说它不是只回答你怎么做了，而是它是会自己去做。举个例子，假设你每次拍完影片都要首先整理素材的名称，然后上传字幕，最后呢发通知给合作的厂商，这三件事呢都可以交给 Agent Kit 处理，他会记得规则，照顺序帮你执行。 AI 开始真正的懂流程，不是只会闲聊，对很多小团队、居家办公族甚至是学生来说，你终于有了自己的自动化秘书。Agent Kit 可以帮你做事，那 ChatGPT 的 Apps 呢就是帮你接外挂，它让 ChatGPT 变成一个 AI 超级平台。现在你在 ChatGPT 里面呢可以直接用 Canva、 Spotify、 Booking.com、 Figma， 不需要开新的网页。你可以这样说，帮我设计一个影片的缩图，它就会打开 Canva 帮你生成模板，或者说帮我查明天大阪的饭店，顺便呢规划一下三天的行程，他就会去 booking.com 呢帮你做资料，做成行程表。对一般用户来说，以后你不一定要开一堆网站， AI 会帮你在一个地方搞定。对创作者来说更是好消息了，你能直接在 ChatGPT 里面完成素材的整理、脚本撰写、排程还有设计封面，这已经不只是聊天机器人了，而是一个工作的中枢。
Anthropic 呢也推出了一个叫 Cross Skills 的功能，可以说是让 AI 变成你自己的分身，它让你把自己的工作习惯、回复的风格、判断的逻辑都存成一个技能包。举例来说，你可以教它怎么写影片的开场白，怎么回复厂商，怎么取标题。教一次之后，以后你叫 Cloud 帮你写文案，它就会自动套用你那套风格，有点像是把你的脑袋复制一份给 AI。 长远来看，这会变成一种新的个人资产，因为你的思考方式、处理事情的 SOP 呢都可以被打包起来，甚至以后可以分享或者售卖。不只是方便，而是象征着 AI 正在学会代替你工作，只是这次它不是抢走你的饭碗，而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创意、策略、沟通这些更加像人的事情。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离谱但是又最真实的发展，美国卫浴的品牌 Color 推出了智慧马桶分析器。它不是开玩笑，它真的可以分析你的健康状况，靠感测器观察你的排泄物，评估水分、肠胃，甚至侦测出血。售价呢大约$599，已经开放预购了。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但是这背后其实代表了 AI 正在渗透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最不起眼的地方。它不只是在帮你省时间，而是在帮你收集身体资料。未来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可能变成你健康数据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常说 AI 很强，但真正变化的不是新模型，也不是新技术，而是 AI 正在变成生活的背景。浏览器懂你在找什么，影片会自己补画面，图片一键修好， AI 帮你回信，帮你记录，甚至帮你监测健康。未来的 AI 呢，不会再被人叫 AI 了，它会变成像电力、像网络一样的基础设施，你不会特别的去注意到它，但是呢，你每天都在用它。对创作者、上班族、学生来说，这代表工具红利时代正在开启了。早一点学会怎么跟 AI 合作的人，会更早的进入下一个生产力阶段。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留言告诉我哪一个 AI 新功能你最想亲自试，我也会分享一些使用工具实测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Guys, you should know by now, ad agencies are over. With AI, you can make commercials that look studio level in seconds.